好香，口口吃都不会咸的那种。配一发六包。不过过分了。拿了一杯水过来，
小伙伴们，今天吃电饭煲蒸鸡，脱骨了，好嫩啊！ 颜色不太好看，但是味道可以啊。这个鸡好小啊！ 姐姐们，吃饭了！今天早上吃的是王子粉丝、红烧肉汤饭，还冒烟呢。
哇，这个好烫，我凉一会儿再吃。刚才凉了一会儿。